可能比較好啦。一齊影一隻 banner 啦。我们两个不可能会在一起，又不可能在一起。怎么不可能？上次不是有一次活动，你们就碰在一起。那时候有时候我是，好了吗？这样。我们这边仲有两开始排，系啊，你先做多，你先跟随啊。我觉得我开始都是事咧不遺餘力。咁啊，過去好多年咧，亦都有嚇幫呢一個萬常咧籌好多款。咁啊，喺舊年咧，亦都好成功地咧，亦都第一屆嘅活業愛心獻萬常咧舉辦咗啦。咁啊，而家咧眨下眼，一年過去咧，咁啊輪到第二屆咯噃嚇。咁啊，好成功地咧，今年我哋叫做經典金曲重親恩嘅。咁啊，將會喺嚟緊嘅5月6日咧，就喺呢個紅寶石大酒樓。嗰度咧都會係舉行嘅，咁啊今日咧，所以我特登咧舉辦呢個記者招待會咧，等大家可以知多啲咧今次嘅詳情，亦都希望可以各界人士咧鼎力支持，好似阿陳小姐一樣咧嚇，幫萬常嘅老人家咧可以籌到多啲款項嘅。咁啊，不過呢個時候咧唔阻大家咁多時間，我首先介紹咧就係活業健康產品公司嘅總裁 April Chan 陳紅平小姐同我哋講幾句説話。各位嘉賓、各位好朋友同埋各位傳媒嘅好朋友，你哋好。好多謝咧，你哋今日嚟到參與我哋個記者招待會嘅。其實我哋都好希望你喺日後咧，喺將來咧係會繼續咁支持我哋啦。咁通過唔同嘅媒體咧，我哋都知道咧，每年咧其實咧有好多呢啲咁嘅慈善籌款活動嘅，亦都可以講喺我哋嘅社區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即係好多好多嘅善長人翁同埋好多嘅慈善機構嘅。咁所以咧，就好似我哋永業健康產品一樣咧，都係本住一個取諸社會、用諸社會嘅精神啦，去回饋呢個社區嘅。咁每年咧，永業咧都係義不容辭咁樣去同唔同嘅社區同埋慈善團體合作咧，去幫助佢哋完成一啲嘅籌款活動，等有啲有需要嘅社群咧係得到適當嘅幫助同埋支援啦。咁舊年咧，我哋咧同萬常咧就籌辦咗第一個嘅永業愛心獻萬常嘅籌款活動，得到各界人士同埋我呢度呢班好朋友啊，各位商界嘅支持啊咁樣，咁我哋好成功搞得，所以咧今年咧永業咧希望可以再接再厲啦，咁將呢個籌款活動咧推向更高峰嘅，咁我哋。希望大家一起可以共商善舉，繼續咁努力，可以一年一年咁。我嘅目標就係一路做到我退休噶啦咁樣。咁今年咧呢個慈善籌款活動咧，我哋分為兩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就係話4月28日同埋29日咧，我哋就會喺錦繡中華嗰度咧，就係搞一個按摩椅2萬日嘅。就會將當日嘅營業額扣除必要嘅開支之外咧，係全數捐贈俾萬常嘅。咁另外一個高潮咧，就會喺呢個5月6日，就會搞咗士嘉寶紅寶石大酒樓，我哋就會籌辦一個永業愛心獻萬常嘅經典金曲嘅重親恩嘅慈善籌款晚宴嘅。屆時咧，我哋係得到呢個萬錦司政府啦，同埋阿黃志華議員嘅支持。咁佢就係我哋約克區嘅區域議員。咁再者嚟講啊，黃志華除咗本人係支持我哋呢個善舉之外咧，佢嘅太太咧黃陳依莉女士咧就會成為我哋呢個晚宴嘅義演嘉賓。到當日嘅話咧，佢就會為我哋獻唱多首嘅經典金曲啊，聯同呢個志平舞蹈團嘅一班小朋友咁一齊咧，為我哋將呢個慈善晚宴咧，係推到咧係更加精彩同埋更有意義嘅。
咁所以咧就希望咧就係可以喺度咧就即係呼喚大家啦，亦都希望即係大家我哋多啲鼓勵身邊嘅朋友啊，去參與我哋呢個社區活動嘅，亦都希望憑住呢個活動咧，等多啲人去認識我哋加拿大嘅籌款文化嚇，亦都係話即係希望佢哋多啲了解孟常啊，過往為我哋嘅社區作出嘅貢獻啊，同埋繼續俾佢哋嘅更多更多嘅支持啊。其實孟常咧，早喺1975年嘅時候已經係開始為我哋嘅社區服務噶啦。咁而且佢哋嘅努力啊，同埋佢嘅發展，佢嘅成績咧，大家都係有目共睹嘅。咁永遠健康產品公司選擇喺呢個母親節期間係舉行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咧，亦都希望藉住呢個日子咧，就係感激我哋各位偉大嘅母親啦，亦都藉住呢個日子咧，係為佢哋講一句母親節快樂嘅。點樣將一餐係好平凡、好普通嘅母親節晚餐咧，係變得更加有意義嘅話咧，就一定要嚟參與我哋嘅義演活動啦。喺呢個日子裏邊咧，大家一家人團聚一下，又可以加強一下即係唔同 generation 嘅溝通啊，同埋等佢哋了解多啲人對家庭觀念同埋對家庭責任嘅重要性啊咁樣。咁所以咧，希望咧就大家多啲嚟參與。同埋幫我哋將呢個晚宴係搞得好啲。咁今日請各位朋友嚟嘅意義咧，就係話，即係因為上年我哋搞咗之後，可能仲有一啲即係應該係改良啊，或者將個籌款晚宴搞得更加好，亦都希望得到你哋嘅提點啦，得到你哋嘅意見啦，係會將今年嘅籌款額咧再高少少嘅。咁希望在座就你係你哋本人啦，或者叫你哋啲 family 啊，都多啲嚟參與我哋呢個善舉啦。最後咧就祝大家咧係有一個快樂嘅母親節嘅。好多謝各位。同情就係俾啲掌聲，因為其實都係好多謝去作出努力同埋游說嘅咁樣。咁另外咧就援槍啦，咁仲。各位嘉賓、各位新聞界的朋友，大家好！我代表萬常會，好衷心感謝永業健康產品公司多年嚟對萬常嘅愛戴，同埋舉辦第二屆嘅永業愛心獻萬常。咁永業健康產品嘅陳龍平小姐咧，就不嬲以來咧就非常之熱心咧，就服務社會啦，回饋社區。咁就尤其是關懷耆老，咁今次更加獲得約克區嘅區議員黃志華太太、黃陳依麗女士同埋志平舞隊團為當晚傾力演出咧，我哋非常之期待當晚精彩嘅節目。咁講翻萬常咧，萬常而家嘅服務咧，其實咧就已經遍及到中青噶啦。咁我哋有三間長期護理中心啦，三間中文學校啦。同埋我哋嘅青年義工團都為社區提供咗各種唔同嘅優質嘅服務，但係呢啲優質嘅服務咧，都仍然好需要各界人士嘅繼續鼎力支持，先至可以維持嘅。所以今次呢個永業呢個愛心獻萬常嘅經典金曲頌親恩呢個慈善晚宴咧，希望大家鼎力支持。為善最樂，富有又歸，多謝大家。多謝 Castro。咁其實我哋用唔用麥都冇所謂啦。今日呢個好温馨同埋好大家好close嘅房。嗱，我今日咧就又開始講咧，佢話因為April 咧就非常之熱心請咗我太太嚟支持佢呢個籌款活動咧。咁我今日咧係即係做咧。片好快樂的綠葉啊！咁因為嗱，你知道咧，即係做綠葉咧，其實都好精彩嘅。嗱，我太太唱歌，咁我自己梗係覺得佢唱得好啦。咁但係我覺得呢、這個意好有意義嘅活動咧，其實即係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嗱，我自己係約克區嘅議員咧，我已經知道約克區咧個人口遞增，尤其是華語方面咧好快。咁最近咧，即係我哋個民意調查仲公布咗，雖然啲細節未出曬啦，係2006嘅民意調查。咁我覺得好多時候華語嘅社區咧，我哋將個重點往往咧係放喺啲小朋友或者中朋友身上，咁而母親同父親，尤其是母親咧，
係得唔到咧，即係我哋嘅支持嘅，佢哋係絕大部分都係好辛苦，係默耕耘而不問收穫咧，任勞又怨，任勞又怨，任勞任怨咁樣咧，去即係支持屋企同埋啲細佬哥。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母親節一年只係歌頌同埋即係感謝佢一次咧，其實唔夠添。咁但係我亦都知道好多母親唔係因為要社區或者家庭感謝佢，佢哋只係咧覺得即係咁樣做咗佢就開心啦。咁所以我覺得母親節係一個好偉大嘅節日嘅。咁第二咧就係萬祥咧，其實我老友記Dennis 亦都係喺大多倫多區，尤其是最近喺約區咧，亦都做咗好多對社區好有意義同重要嘅貢獻。咁所以April 咧就嚟支持萬祥，我哋係非常之開心，同埋咧係好樂意去盡一分力嘅。嗱咁，最後我就想講咧係話我覺得對我嚟講嚇，呢個係好有意義、好特別嘅活動，因為我太太。陳姨咧，就好多人都知道佢都支持我，你哋咧就唔知知唔知，佢絕對係一個偉大的母親，佢有一個偉大的母親去做親人，我係絕對好開心同好榮幸嘅，多謝大家。今日把聲有啲沙，各位傳媒嘅朋友，Dennis、陳小姐、劉老師同埋我先生，同埋今日咧，其實咧在座咧好多位好多位，我即係都係覺得係冚唪都係老友記嚟嘅，好朋友嚟嘅，時時咧都係喺社區所有嘅慈善活動咧都見到你哋嘅蹤影㗎啦，你哋就係為善不甘後人啊 ，Anna、Esther 嗰啲真係哇，每次都係阿 Lisa 姐啊咁好多朋友啊。咁佢哋所有我參與我見到嘅慈善活動都有佢哋嘅，咁所以今日其實咧就亦都係好多謝佢哋啦嚇。咁抽空，因為我知道每一位都係大忙人嚟嘅，咁亦都我自己本人亦都係非常之榮幸。咁除咗阿陳紅平小姐係我自己嘅老友記之外咧，多謝真係佢係我一個好嘅知己朋友。咁所以當佢係邀請我作為呢個係萬祥嘅呢個經典金曲眾親恩嘅語演嘉賓嘅時候咧，我係覺得非常之榮幸，咁亦都係帶住戰戰兢兢嘅心情嚇接受呢一個挑戰嘅咁。咁除此之外咧，咁我亦都咧就係非常非常之敬佩同埋欽佩陳小姐嘅陳紅平小姐嘅為人。咁我哋亦都知道佢喺社區做咗好多好多嘢嚇，咁啊即係女慈善家嚟嘅佢又有。咁喺呢日子嘅時候咧，咁我其實咧就覺得我應該講一句咧係，我哋兩位咧都係媽媽嗬。咁所以咧，我哋係想話，我哋作為一個母親嚇，我諗在座都好多係偉大的媽媽，我哋希望以母親，我哋本住母親嘅心。去關懷我哋嘅社區，咁所以咧就所以佢一同我講，我就二話不說就應承咗阿陳小姐呢個邀請。咁亦藉住今晚呢個機會咧，非常之多謝傳媒嘅朋友，多謝 Dennis， 更加要多謝，其實唔係我哋自己，係我哋身邊所有咁多嘅好朋友。如果 April 如果冇咗佢哋咁大力嘅支持咧，相信我哋做嘅嘢唔會一定係做得咁成功，係咪？咁不如咁好唔好啊？請大家俾啲鼓勵嘅掌聲係你自己。多謝。我哋好榮幸，亦都好高興能夠參與呢個善舉。亦都得到黃太嘅賞識同埋陳小姐嘅賞識咧，就邀請我哋一齊咧做幾塊綠葉，希望咧。黃太今次的演出呢，我們這幾個綠葉呢令到這朵花呢開得更燦爛，亦都希望呢這朵花開得燦爛，亦都大家得到共鳴，能夠籌得更多的善款。咁我報道少少關於我們的節目是經典金曲眾親恩，眾親恩我們希望環繞這個主題，咁裡面的歌曲呢都是講母親的偉大，同時呢亦都希望能夠做得好成功，是將一個小朋友帶領到他少女成年結婚，咁一個過程能夠咧，希望令到各位都體驗到母親嘅偉大。另外咧，我哋最主要嘅目的咧，仲係第一希望係為善事、為老人家做事啦。另外第二樣咧，就係歌頌母親嘅偉大。第三，我哋係希望通過呢、這個演出，
令到新的一輩，令到年青的小朋友、中朋友，他們都知道母親的偉大，能夠盡一片的孝心，因為他們要領略到母親的付出，他們要覺得是要有一片孝心，要孝順父母的。那我希望呢，他們將來呢，以後都會懂得怎樣敬老，怎樣扶育要幫助的人，是這麼多。我團啊 ，Rita 樂隊咧，咁啊，佢哋為咗今次咧花咗好多心思啊，彩排咁啊，除咗靚歌之外咧，亦都係一個個故事咧，幕幕咧喺大家面前展現。咁啊，多倫多咧好難有機會咧可以睇到咁好睇、咁精彩嘅，即係可以話歌劇啊嚇，咁啊一個故事形式嘅。係今次呢個演唱會咧，我要特別多謝係劉志平老師，因為佢真係嘥好多心，佢好認真咁樣去安排嗰啲小朋友嘅表演，而更加我要多謝一位好朋友就阿 Ray 嚇。當然去到少女時期，跟住到我哋拍拖啦，我哋結婚啦，咁我哋好多辛酸啦，咁係點樣去即係由喺一個歌劇形式咁樣去做呢個表演啊？咁暫時大概係會換賣住個關子，內容啊，因為真係非常之精彩嘅，真係我諗咧就少少啦，或者貼士咧就。我劉老師排的舞蹈咧，全部是我哋細佬哥、我哋少女嘅時候，我哋細路女嘅時候玩過嘅嘢啊，我哋做過耳熟能詳嘅嘢嚟，但係即係呢個係要買一個關子咁啊嚇。咁想睇咧，就快啲買飛啦，係啦。是，因為這個是母親節的，那我們就是我們編排的曲子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到老的时候，这一段每一段的阶段，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啊，六岁七岁，然后我们再到中学的时候，中学完了以后，我们就说我们结婚了，我们就是恋爱了，恋爱以后我们结婚，结婚以后我们就说到我们成长的阶段，我们是老人家了，这样一直的一个歌剧形式的这样演下去。所以是非常的精彩，配合的舞蹈，跟服装。那么我仲要喺呢度咧，系特别想多谢一位好朋友，系 JCY House 嘅 Mary， 全部嘅衣服同埋首饰系全部系佢由佢赞助俾我哋。我喺呢度亦都系好多谢 Mary 姐，多谢晒。呢个歌，从少女就扮演到。是啊，因為我用啲歌嘅形式，係由係啊係由由，因為我哋年紀又係啊，我冇當我自己係今次嘅演唱，千祈唔好用一個主角去形容，我係其中即係義務嘅義演籌款嘅係啦，咁因為是將自己的時間去希望能夠盡一分綿力，希望好像我希望咁大家記者朋友可以咁樣寫，希望以我哋個人嘅力量轉化為社區強大嘅力量，去幫助孟常做呢一次嘅善舉。多謝大家。即係係幾多人㗎？係一日係咪？你就會喺4月28號同埋29號咧，就會。在这个感受中华即是太古对面那里有一个义卖日的，如果你们是需要健康产品或者按摩椅的话，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好，最好两样都参加，是不是大家的晚餐之外也都是可以为孟常筹到款。买票的地点就是在各大的这个
傳媒啦，同埋呢個大萬錦廣場啦，永業健康產品公司，另外就係太古廣場嘅永業健康產品公司，同埋呢個萬呢個 Spender China， 即係感受中華嘅永業健康產品公司，銀星中心嘅永業健康產品公司，而家仲有一間咧，就喺呢個4080 Steels Avenue East， 就係呢個Harvest Moon 同埋 Kennedy。Harvest Moon 和 Steel 就是 Kennedy 以西那裡未到 Birchman 那裡呢，是有一間是永業健康產品公司的物理治療中心，那裡可以買到飛的。當然I trust you.